认错，永远不要放他出来。玉帝乃三界主宰，翻手龙吾覆水，而在那翻手之间，只待那猴子已成为天规。 尔等必须全力以赴，诛杀妖孽杨戬。遵旨。晋天国，命天蓬元帅带领十大禁物全部下界。现在就让你亲眼看看破坏了这个规矩是什么下场。 知错了，但天庭的规矩不能改。谁敢杀我母亲，我一定将他全家大小赶尽杀绝。 儿子被你杀死了，救了孩子，够了！姚姬原本是圣界的牧神，他的心是圣洁无瑕。是你父亲使他蒙上了尘埃。没想到他恨你这么深。你应该恨的不是天，而是你自己的母亲。 交出宝子，我可以饶你。你真以为狗资格做的对手吗？不如将他们拢为天庭所用，让他们成为陛下的奴才。谢陛下，我就是丢了这个位子，将来又有谁能保三弟兄身的？陛下和娘娘可是知道这个叫沉香的牌子，在你临死。 告诉妖邪，是你在。